历史上有不少以佛法改善命运的故事和著作，其中最为人熟悉的是明朝袁了凡先生所作的《了凡四训》。这本著作是劝人为善的书，并非佛典，内容记录袁了凡怎样改变命运的亲身经历。孔神算用少子王极数算命的方法预卜袁了凡一生的遭遇，结果一一都非常准确，因此袁了凡觉得命运早已注定，无法改变，以致对世间一切事物、对生活的态度都变得消极淡薄。后来他遇到云谷禅师指点，收集改过积善谦德的品格，并且教他持诵准提咒，结果改善了本来平平的命运，福寿俱增，往后的生命历程过得比原先预测的好得多。除了自己不断积德行善之外，袁了凡是因为持诵准提咒而改变命运的。那为什么准提咒这么有感应呢？根据佛经讲，持诵准提咒能够增福延寿，改善命运。那准提咒怎样念的呢？准提咒的梵文是这样念的：南无十塔南三亚三布达库提南塔利亚达嗡查利出利亲地刷哈。在一般早晚课诵里面，这首咒之前是有一段汉文诗偈的：启首皈依苏悉帝，头面顶礼七俱之，我今称赞大准提，唯愿慈悲谁家护。这段诗偈是后来汉人所附加上去的。念咒的时候能够加持这段固然是好，不加也都可以。有不少持咒者希望能够知道咒中文字的意义。南无十塔南三亚三布达库提南，即是归命七居之正等正觉者。七居之即是七千万，比喻无量咁多。三亚三布达亦为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即是归命七千万无上正等正觉觉者。塔迪亚达即说咒曰：嗡万星之母，七呢出呢亲地，解释为动力起声清净，刷哈就是成就一切咁解。最后呢句嗡七呢出呢亲地刷哈，就称为全咒的核心，即是准提心咒。依密教行者所讲，念一片心咒的功德和念全咒的功德是一样的，即是说可以只是念嗡七呢出呢亲地刷哈。这首咒最适合繁忙者诵念，因为咒文既短而又容易背诵，时常持诵再加以行善积德，会改变命运，增福延寿的。现在再重复念诵一遍：南无十塔南三亚三布达库提南塔迪亚达嗡七呢出呢亲地刷哈，就可以念嗡七呢出呢亲地刷哈。